今继续来看是日前在嘉义市林松东路发生着两台车侧撞的事故，其中一台小货车伫咧半路变车，另外一台轿车则是车头弄甲密密麻麻，两台车的零件拢落甲满涂骹。嘉义市消防局下报了后，随即派遣着救护人员前往抢救。好在这两台车的驾驶只是分别受到轻伤，伫咧变故了后送到病院观察，而车祸原因后续由警方来调查。该车厢叫东区分队叫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两车零件散落一地，二轿车是车头全毁，安全气囊炸开；而另外一台小货车是当场并在路中。好在两车驾驶在车发生之后自行脱困，救人员是一种查看驾驶状况。好在两个人意识清楚，不过轿车驾驶有胸腔疼和轻微擦伤，而小货车驾驶无明显外伤。两个人在减伤之后分别送往病院观察。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，发现现场为一名男性汽车驾驶，年纪48岁，受伤于路旁等待救援。伤者表示，驾驶自用轿车行经路口时，与左转之小轿车发生擦撞，因撞击瞬间安全气囊爆开，弹到胸口，造成胸口疼痛。救护人员立即对该名伤者进行评估生命真相及伤势，发现伤者胸口疼痛及右膝有一处擦伤，排除颈椎伤害疑虑后，给予清理伤口、包扎止血等救护处置。另一台小货车于事故发生时翻覆，驾驶自行脱困，并表示无大碍，无需送医。随后将轿车驾驶送往嘉义基督教医院。根据了解，轿车驾驶当时在经过界七零松东路准备转弯时，对方一台想要倒弯的小货车拄好滑过来，两个人拢无注意对方动态而发生侧撞。好在两车驾驶拢只有受到轻伤，无生命危险。后续车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新闻台民间七彩凤报道。Show me you got soul.